哎，大家好，我是哈瑞啊。小伙伴呢跟我说，这个奇葩说现在来英国招人了，来也让我们来凑凑热闹。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斯瑞塔。大家好，我叫陆玉洁。Hello， 大家好，我叫赵宇军。我叫王继川。你好，我叫周奇心。奇葩说的各位粉丝，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伦敦的大吴。Hello， 大家好，杠精员阿飞前来报道。我是英国 UpZip 杂志社的主编。我一直有一个志气，就是成为万千奇葩中唯一的普通人，是一个沉迷于狼人杀的奇葩说爱好者。最奇葩的一点是，最长维持了学校宿舍潮湿的3.1项无社交生活一个月。我曾于2017年有幸被英国欧洲时报评选为十大留学生。如果可以起一个英国话，那我就起伪装成心理学家的算命先生啊。朋友们都喜欢叫我大吴老师，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老师。作为一名留英只有一年的传媒研究生来说，并不丰富的学习经验可能给各位灌输不了什么心灵鸡汤，但是多年的直女属性还是可以跟各位杠上开花的。和室友的亲密度是需要长期氪金，不仅走心也走肝的部分，不能承受孤独感。那我们为什么就能承受融入外国人社交圈的压力与失败以后的挫败感？如果你就是为了感受西方文化，然而你和所有的中国人做了舍友，那么你这么做和闭关锁国有什么区别？首先你要确定啊，那有志的人才能丧志，没志的人根本就没机会没资格丧志的。你的消遣方式啊，可以是看电影、逛街啊、泡吧、把妹、洗桑拿，你就不允许我玩游戏吗？没道理。游戏它并不是一个玩物丧志的东西，它是一个让我们从享受者变成创造者的这么一个兴趣探索。到最后我们发现游戏是什么，游戏是工具，游戏是一双眼睛，是你在游戏过程当中把自己情绪带入的那种归属感，是你打赢了一局游戏或者打通关了一盘那种成就感以及被认同感。最后你会发现你跟你的父母变得逐渐的熟络起来，你的伤心事也会因为你和你父母的共同面对而变成你们彼此之间珍贵的回忆。所以说各位留学生呀，赶紧把你们那些根本就藏不住的伤心事儿跟你们的父母直接明了的说吧，因为你们的掩藏才是真正的为他们平添烦恼。